好啊，今天我们玩这个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敲敲木头男。好，今天我们要玩敲敲木头男。待会我们就玩这个敲敲木头，轮流敲，敲一个这个叫树皮可以得一分，然后如果木星掉下去就扣五分。最能弹全部的额头，就这样。好，进行游戏开始。好。太危险了吧！你是这？好，你是终于劈开了吗？你怎么？他不会很稳。把钱打回去。哦。你的。目前谁最多？都两个最多。好，我要直接杀了。三个。三个。这个。那个。三个。他们两个。好 ，OK， 结束，结束，过完了。这个没消掉。哇，太可怕了。抄袭，这个怎么样？哇！要怎么办？这些全部他的吗？这些都算你，都算你。那个全部都算你的，没有关系。那这个换我吧。那这个换我。谢谢他的赞助。谢谢他的赞助。你要跟他拼就对了，好好。是啊，你已经输了，输到你的得分负十三分，分，你零分，零分，一分，零分，啊，我五分，所以好进行处罚，先处罚，好进行处罚，一个一个弹过去，真的很残暴哎，然后处罚完了就这样，处罚完了，不然我看你处罚多大力啊，三二一，我把你要完了，随便你，不用漏也可以，我可以直接隔着一个孩子，确定啊？哎，有怎样吗？没事吧？哎，猜拳输了被砍，剪刀石头布，很快，出啊！你是很害怕？对啊，来，你要哭了？你要哭了吗？没事吧？这一秒就结束了，好像很废的一集。这可以弹回来吗？好，什么东西？可以弹回来吗？不行。拜拜，订阅。小订阅，小订阅。不要，不行。好，拜拜。生日礼物，那你的礼物嘞？等下给你，在车厢。哎、欸，裤子很好看嘞、欸。够美够美。完蛋了，他改裤子了。这件裤子去哪里买的？可以告诉我吗？